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，我想商学院六个系，你们已经了解了五个，微缺营销系啊，所以呢，那么我就想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哈、啊，给大家一个 big picture。今天我想先介绍一下城市大学营销系的一些基本情况。 然后呢，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研究课题啊，让大家对这个营销系你们是做什么样的研究啊，有一个比较大概的了解啊。这个商学院营销，这个商学院有六个系啊，这个营销系是最小的一个系啊，在这个大家庭里边，我们是最小的兄弟了啊，这个是最年幼的儿子。 那么我们基本情况呢？我们有两个专业，一个就是 marketing，